巧克力化肥好，葡萄大，粮食好，巧克力化肥真棒。用了巧克力化肥，粒儿大，色泽好，非常甜，巧克力就是好。用了巧克力的葡萄粒儿大，产量高，色泽好，巧克力就是棒。用了巧克力的西瓜，韧性好，口感好，产量高。用了巧克力化肥，劲儿更大，巧克力劲儿更大。用的巧克力，对，用了多少啊？用了两次。啊，用两次，都是怎么用的？斧头上的。你看着长，看着长，扎实的。啊，用巧克力之后，你感觉这效果怎么样？叶片黑，桃上色特别快，口感还挺甜。嗯，行了。这个产量呢？产量挺高。哦。看这桃树用了两遍巧克力，扎实的，颜色特别好，口感挺甜，产量挺高。大贝和当时大贝和村啊，巧克力是怎么使用的？那斧头上的。哦，你用了之后感觉效果怎么样？片厚，糖产量挺高，就是糖也上的挺多，挺甜。产量呢？产量照高。啊，以后还用吧？用。快到边上，大贝说。Thank you.